你知道马自达昂克赛拉极速能跑多快吗？这期带来2022款马自达三两厢压燃版，今天看下它的零百加速和极速。搭载 2.0 升创驰蓝天叉压燃发动机，最大马力186匹扭矩240牛米，匹配六速 T 变速箱，带四驱系统。下面先听个声浪，测下百公里加速。百公里加速 8.89 秒，上高速看下极速。视频开始于德国不限速高速，请勿模仿。先测下100到200加速。100到200用时 34.25 秒，最高车速220，这个极速怎么样？欢迎评论区讨论。